我们现在就去找聂总。聂总是主动辞职的。聂总和公司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只要调查清楚，一定会真相大白。 公司已经失去一个李烈了，我不想再失去其他人。我辞职不仅仅是因为大秀，而是不希望自己在无聊的权力斗争里陷得太深。公司有一个到意大利学习的名额，这次大秀你表现得不错，公司有心推荐你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 这次我们用的厂商用的是聂总同学独立做的鞋履工作室。对了，聂总送了你一句话：一个设计师值得被利用的，只有才华。